我决定下周日和欧阳再次约会，到时候我们将挑战和验证有关于快乐感的课题。有关于游乐园还有主题乐园的约会活动，我做了详细的调研。游乐场没有格调，特别喧闹，一些熊孩子出没的魔窟。这到底是什么？没有经纬度，没有比例尺。这些大人怎么在这儿能那么开心啊？简直是匪夷所思。这简直就是在受罪。一切看似强大的敌人都是纸老虎，只要你把这个纸老虎给它戳破。所以说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共同隐忍这种痛苦，共鸣。你看着要吓人，完全没有防备。从小到大，只要我想做到的事情，就一定会拼尽全力。所以只能是兵贵神速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走吧。